前些天做了一期树妖一到五阶 VS 牛肝菌一到五阶的测评，当时比拼规则是伤害为主，因此评论区再次引起了不计其数的讨论。有相当一部分玩家建议比拼防御时间，毕竟他们主导地位还是防御植物，攻击只是辅助作用，因此就有了本期纯享版比拼防御的测试。有争议不是坏事，说明大家爱看，关注度也高。我花费大量时间制作这些测试视频也不白费。话不多说，求个三连，开始比拼。规则：一阶加一分，两阶加两分，三阶加三分，四阶加四分，五阶加五分。友情提示：比赛异常精彩，输赢你来我往，不到最后都猜不到谁是冠军。因为是纯享版，就不加速，也不做过多解读。
关注评论。